大家好，欢迎来到吃游青岛。今天我带您到青岛的一个袖珍码头上去看一看这里的小渔船打回来的海鲜。哇，海子，这叫什么鱼嘞？我这个勺子不是一罐十五，蟹子六十，还有多少嘞？那咱的鱼都没。十五。啊？三倍。对于购买海鲜，很多人的偏爱是到码头上去购买小船的海鲜，因为小船呢基本上就是当天能够回来，这样的海鲜相对来说更加新鲜一些。看到这里的海鲜都非常的新鲜，小编也决定买几条鲅鱼。给我来个四条吧。装四条来。人家都不大份，你看见人家，那就这样比过去。多卖，我的十五，十四。嗯。那是当天回来。从码头上买的这几条鲅鱼味道如何呢？小编决定回家做做尝一尝。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红烧的鲅鱼。听见吗？好好，谢谢哈，谢谢。